你们去看那个台静农的字啊？很美，佳宇要去看。我没有去看，但已经获得了徐静雄，因为他是台大的退休教授，一人两本，一本2500。现在在台大展。是。在台大的那个什么总图吧。什么大的？哎，对对对。在总图，我也标出来，可是我又忘了。昨天也没去。他去看、啊、他其实里头展了很多的文件，嗯、他跟陈独秀啊、嗯，他跟张大千啊，他跟普心宇、啊，是不是跟之前池上展的内容也不一样？哎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之前去池上，你已经看过了是吗？暑假在池上，我认为池上台大应该有捐一点，或者是借助一点。有台大的，也有老师说跟陈独秀从现场出来，是由我们的朋友那个，对。康志佳作品集就是跟也是就是请康志佳，对，我们的作品集也是康志佳帮我们印的。我、这几天如果想要看展，真的是看不完。看不完、啊。在故宫，然后台静农在台大。哦，对哦。普心宇的展到12月，这还好，还来得及。他们两个还是台静农可能要先看啊，明天反正那个恒山没开，所以明天可以去台大。就到处去。上次恒山没有去啊？我礼拜天没去。哦。礼拜六啊？啊，礼拜六对，没去。我还想说，你家住的应该不会太远。哎，就。哎呀，家里有事嘛。对，人都是这样子啊。我妈跟我弟过来，我都跑不掉。对啊，那是一定要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把羽毛的羽不是左右两边吗？你一边要写的隆重一点，一边要写的轻盈一点。羽毛要轻盈。不是，就是对比。对比啊、哦。嗯。哎，刚好这样子。竟然不小心有一点，欧阳询的味道。有点中宫收紧的味道。中宫收紧。对。好，5点半。嗯，好，我们去贴。